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的是接着昨天的地方。OK，我们昨天讲到说，You can't even tell the Israelites and Canaanites apart anymore。也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在四世纪里面，犹太人跟迦南人，你已经没办法，You cannot tell。OK，You can't tell。OK，Israelites and Canaanites apart anymore。都没办法把他们分开了。你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都反正都不信神，OK，都是拜偶像，OK，言行举止都差不多，OK。好，所以这是当时一个很糟糕的事情。And that's just the leaders。我们现在讲的，当时讲的这种状况，只是领袖之中是这样的情况，OK？那更何况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是更糟糕吗？领袖照理说他是应该有坚定的信仰的，是不是？他在信仰上是比较坚定的，可是没有想到啊，只是领袖是这样，但是其实老百姓也是更糟糕了。OK，好，5分38秒这个地方我们继续讲哈。The final section 是。四世纪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它展示出来的是什么呢？Israel as a whole hitting bottom, whole hitting bottom，一个它变成以色列就变成一个整体都是 hitting bottom。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 hitting bottom？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 hitting the bottom？啊？到底了，出到最低点。打的一个底部，他们输到底了。OK，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是一个怎么样陷入谷底。OK，这个人他这个老婆跟他离婚，小孩出了什么车祸，后来工作也丢掉了，然后再什么什么，这个人完全是在生命的谷底，叫 hit the 这个词原来我写在后面啊，原来是叫做 hit。Rock bottom，OK，正式的用法常用的是叫 hit rock bottom，OK，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 hit 就他打击到，OK，敲到 rock bottom，这个人的人生已经敲到 rock bottom。什么叫 rock bottom？Bottom 是最底下，对不对？最底部了。这个 rock bottom rock 是一种非常坚硬的，对不对？我们都常常说磐石，磐石非常坚硬的磐石。OK，那为什么要这样用这句话？怎么解释？Hit rock bottom，表示你从上面掉下来，掉掉掉掉掉掉，整个怎么样？整个打到石头的底部，下面是非常坚硬的磐石。OK。已经没有办法再往下去了，这个就是他人生的谷底，陷入谷底，hit rock bottom。这是他一般常常用的方式，是这样，叫做 hit rock bottom。OK，好，我们这里呢是一个比较简略的方式啊，是一个比较简略的用法，叫做 hitting bottom。OK，可以理解，也就是他都已经是整个以色列是整体。都是陷入谷底，OK，as a whole 是整体，right hitting bottom，他们都已经打到石头，打到最底下了，OK，已经陷入谷底了，没有再下面的了，OK，好，这样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看，OK，there are two tragic stories。有两个非常 tragic story。什么叫 tragic story？悲惨的故事。悲惨、悲剧的故事啊，都不是快乐的悲剧，叫 tragic stories here。OK，所以这里我们有两个悲剧的故事。They are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OK，faint of heart 什么意思啊？Faint，faint 这个人怎么样？Faint 什么意思？faint 一个人 faint 是什么？晕了，他昏倒了，昏胆倒发小。晕了，faint，right？OK，faint、okay. of heart，他的心脏都发晕，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faint of heart 是什么？胆小吧，胆小害怕。他的心脏很微弱，这个人经不起什么惊吓的，这个人是很胆小的。OK，所以我们这两个悲惨的故事、悲剧的故事呢，
可不是讲给胆小的人听的。所以各位如果胆小的话，千万不能再往下听了。OK，就是这么个意思。OK，好，这不是给胆小的人听的。好，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两个故事，they are structured。OK，这两个故事的结构都是由一句话来构成。This key line 是关键的句子，由这个关键的句子来构成这两个故事。那表示这个关键的句子在这两个悲剧的故事里面都存在，都有这种现象。OK，它的结构上，这两个故事的结构上就是同样的状况，OK，这个关键叫做 key line，关键的句子。好，这个关键的句子怎么了？That gets repeated。什么叫 repeated？重复。被重复，right？ Gets repeated 4 times at the close of the book。Close of the book 是指故整卷书结尾的地方，整卷书结尾的地方。这句话被重复了4遍，4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讲3遍，他重复了4遍，可见这句话重不重要？是不是很重要？Right？OK，so、okay, 这个 key line 就是这个关键的句子被重复了4次，gets repeated 4 times at the close of the book，在这卷书结束之前被重复了4次。好，in those days，在那些岁月里面，Israel has no king。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时候，以色列是没有国王的，没有国王，但是他们有什么？他们的领导人叫什么Judge，事实。？Judges，right？他们有士师，士师就是算成怎么样？民族英雄，对不对？领导他们做些什么事情的，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家或者是说啊，我们这个有立法机构，有什么外交部、国防部啊，这个福利部或者什么，没有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民族英雄来领着这一群人。好，没有国王，and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所有的人。他们都怎么办？他们就做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eye in their own eyes"。这句话什么意思？自他己们自认己为认，正确的，少自由女，按他自们己的标眼准。睛里，他们自己眼睛里，他们觉得对的，他们就做。OK，那这下子就是人的眼睛看的是对的，不是去问过神，神你看我这样做可以吗？不是，They did what was right。In their own eyes，不是 in God's eyes 啊，这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呢，今天有一个人偷了东西，我也不查明，我觉得他就是小偷，来手剁了，OK 呀，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对的。但是有可能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公正，对不对？啊，也有可能哪个人买通了什么什么人，啊，我们觉得这样对就对了，就做。所以是我们的眼睛看起来，in their own eyes，这些人的眼睛觉得对就做这样子。好，the first story，第一个故事，it's about 是有关于 an Israelite named，注意这个地方一定要加 ed 哈，他的名字是叫 Micah，OK，这个人叫 Micah，who built a private temple to an idol 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吧？偶像，Idol 是什么？偶像。偶像。OK，他自己建了一个 private temple。什么叫 private temple？私人的殿，私私人人的的，一是个不是还庙，对是？吧？有一这个常常有的时候这在东方国家我们有看过。哎，我自己因为一个什么东西，我信了某个神，我就在我们家的2楼搞个佛堂。弄个这个私人的庙，我就盖在上面了，这样子，OK？这那个个呢，一不是一个公，等于说是整个公开的，OK？但是呢，可能我的亲戚朋友，我们家的谁谁谁可以进来拜一拜或怎么样，但是这个是他私人的财力，他来做，我们叫做 private temple，而且这个也不是经过神允许的啊，private temple。
全 I 的。好，这个人呢，以色列人，他叫 Micah，他就建了这么一个庙，and that gets plundered，gets plundered，凡是 be 动词或者是用 gets 的话，都表示后面加一个过去分词，都表示怎么样，主动还是被动？被动。被动。被动 gets plundered，所以他是被怎么样？被 plunder 了。plunder 什么意思？被 plunder，什么叫 plunder？屠杀，旧约打这么多仗，什么意思？就被什么？被掠夺了，被抢了。OK，好，有人来抢。By a private army sent by the tribe of Dan，大家不会忘记 Dan 吧？Dan 是什么？他们是以色列人吗？但自但拍。是怕。对呀，他是以色列的支派，他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好，所以呢，就被 Dan 这个支派派出来的一支 private army，庙也是 private 的，这个军队 army 是个军队，他们派了一支军队，但这个军队是 private army。什么叫 private army？什么叫 private army？这是他们私人的军队。Right，不是整个支派经过宗教领袖或者是誓师什么同意吗？不是这样子。就比如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咱几个觉得，哥们儿，我们想去做点什么事情，我们自己就去了。OK，这个叫 private army。好，Dan 就派了一支军队，私下里的一支军队去把它给抢了，掠夺了，gets plunder。OK。So 这些人来了，they come and they steal everything。他们做了什么？Steal 是什么偷了，？That's 我。right，他偷了人家这庙里的，虽然是私家的庙，对吧？我们家二楼盖个庙，小庙，他把这庙里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都偷了。所以肯定这个庙里面他是有放一些宝贝的，是吧？他要拜他的偶像，敬拜他的神。好，Dan 的人把这个派家私家军队把这全偷了，and then they go，所以前面是 come，后面是 go，怎么样？来偷了，偷完了就 go 嘛，一定要走吗？go 了就离开了。最后他们走之前干了一件事情，burn down the peaceful city of Laish。burn down，什么叫 burn down？焚烧，焚烧，OK，烧得彻底吗？OK，烧得比较彻底，我们叫做 burn down。任何东西你烧完了之后，全部都会塌下来，所以你这样想就能理解了。burn down 是烧毁了，OK，它真正烧毁了呢？The peaceful city of Laish 这个城市本来是一个 peaceful 很和平的城市，好，给它全烧毁了。啊，这帮人抢完、偷完东西以后呢，掠夺完了就把这个城市整个烧毁了。OK，好，and murder 表示他们做了什么？杀掉了，对不对？Murder，他不止把整个城市 Laish 的 city 烧掉了，而且还谋杀了 all of its inhabitants。Inhabitants 什么意思？The happen 居民所居民那里的居住在了 Ish 这个和平的城市里的居民，当地居民全给他们屠杀掉了，murder。OK，好，人都杀光了。所以 it's a horrifying story。这个 horrifying 做一个形容词用，什么叫做 horrifying？，horrifying，形恐容恐怖，惧的，惊恐的，恐怖，可怕、恐怖惊的、恐。吓人的 horrifying story。OK，形容这个故事本身，这个事件本身，horrifying，horrifying。哦，我们听说某国打某国，打完了之后，放了把火把它给烧了。哦，这个是一个很恐怖、很吓人的故事，好，一个事件，horrifying story。好，那么现在后面它有一个结论写在这里，他说：“When Israel forgets its God，OK，might。” Makes right, might
Might 在这里，might 是做一个名词啊，前面有一个条件，当以色列 forgets its heart, its God，当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的神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以色列忘记他的神以后，这个就出来了。所以这句话的主语是谁？主语是谁？你看到这么多字里头，哪个字是主语？有没有人知道Israel，老师，it's God。？No。When 这是 Israel forgets its God，，It's 整个是一 forgets its 个条件，它是一个 God。从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语是谁？Israel forgets its God。God。Mate。OK，整个前面是一个从句哦。当以色列当黄昏的时候，当下雨的时候。当我想吃烤鸡的时候，这整个是一个从句。那么主语在 Matt。might，OK，好，might 是一个名词。当整个以色列忘记他的神之后，might makes right，OK，这句话你们记起来，might 在这里是指强权。Might 本身不是有能力的意思吗？在这里是指强权。Might makes right，什么叫 makes right？Right 是什么？什么叫 right？错的事还是对的事？对的，对的。对的事，在这里 right 就是指公理，有道理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对的，it's right，right？公理。所以当以色列忘记他的神的时候，强权就变成公理。Might makes right，这句话本身 might makes right，又有主谓宾都有了。Might makes right，OK，强权就是公理，强权成为公理了。什么时候强权成为公理呀？当以色列忘记他的神的时候。对对对，好，这样有没有问题？老为师什么没有会问说题呀、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会说强权？就因为 Dan 是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以色列的神，是不是？所以他们做出了这种很可怕的事情。虽然他烧的是一个偶像的私家的庙，二楼建个什么小庙庙，但是问题，这是神允许的吗？嗯，神允不允许这样？他们不只是不偷允了许。人家的，偷了人家，因为这是犯罪，偷了人家的东西，然后最后呢，还烧了这个城市，烧了城市，还把里面的居民全杀光了，murder。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强权，就是靠谁力气大，谁厉害，谁炮弹多，谁拳头大，OK，他就变公理了，他就做对的事情了，所以这是不对的。神是会生气的啊，神是不高兴的。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OK，好，我们回到前面，我们来看一下。OK，the final section shows final section 指我们这卷书的最后的部分，四世纪的后面的部分呢，展示出来 Israel 当时以色列是什么状态啊？他就告诉你，as a whole hitting bottom。以色列变成整体都是陷入谷底，hitting bottom，我们中文也有这种说法，已经掉到不能再低了，最低最低了，叫做 hitting bottom。我在后面讲，它原来一般常用的形式是 hit rock bottom，那个 bottom 是一个石头的，岩石的。OK，你石头是非常硬的，所以你打到那个石头，你就是已经到最谷底了。不能再下去了。如果是个沙子的，你可能还会再往下陷一点，right? Hitting bottom 就是指它陷入谷底。当时的以色列就是展现出来就是一个陷入谷底的状态，低的不能再低了。好，当时呢，there are two tragic stories，有两个悲剧的故事啊，在这里，and they are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他先提醒你啊，心脏太弱的人千万不要再往下听了。
这个两个故事不是给 the faint of heart，不是给胆小的人听的啊。现在讲这两个故事，the faint of heart 就是指那些胆小的人。好，they're structured by these key lines。OK，这两个故事在结构上呢，它都是由这个关键的句子 OK 组成的。这个叫 key line，这里有个关键的句子。这个句子啊，that get repeated four times at the close of the book，这个句子被注意要 gets repeated，任何 get 就行，相当于用 be 动词一样，它都是被动式，它被重复了 four times，OK，被重复了四次，在这卷书的结束的部分的时候，这个关键的句子被重复了四次。好，in those days，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呢？Had no king，以色列那个时候是没有王的。And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这个句子里你应该注意的就是 in their own eyes，不是神的意思。他没有去请教神，他们也不在乎神了，因为反正他们跟迦南人都混在一起了，啥也拜，偶像也拜，是吧？他们就认他们眼睛里自己的眼睛里认为是对的，他们就做。So everyone 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哦。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非常邪恶哈。OK，第一个故事，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an Israelite named Micah。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以色列人，他叫 Micah。这个人做啥事呢？后面有个从句告诉你，who built a private temple to an idol。所以 build to 他给一个偶像。盖了一个私家的庙堂，一个小庙，OK，来崇拜这个偶像。然后这个庙呢，that 这个 that 就是指我们这个庙啊，that gets plundered，被抢了，被掠夺了，gets plundered 啊，我们一定是被动式，gets plundered by 被谁抢了？By a private army sent by the tribe of Dan。这个是 Dan 支派的以色列人的 Dan 支派派了一下私人的军队去把它给抢了、抢夺了、掠夺了。OK，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So they 这个 they 就是指他们那个军队 Dan 的那些人，They come and they steal everything。他们来干了什么事呢？偷了所有庙里的东西。And then 然后呢？抢完了他们干嘛呢？They go。And burn down the peaceful city of Laish. Burn down 就是焚毁了啊，什么东西烧过以后，通通都会垮下来。所以 burn down 基本上就是烧毁了，全部烧毁。他们走的时候呢，烧毁了 Laish 这个和平的城市，还干了一件事情，murder all its inhabitants. 他把里面的居民全给杀了啊，全都谋杀了。这是故意的哈，不是说啊不小心刀碰到人家戳了肚子一下那种不叫 murder，他们是故意的，就是把这些人全都杀了，居民全杀了，所以这是一个 it's a horrifying story，是个非常吓人的故事，恐怖的故事。好，他的这里告诉你一句话：When Israel forgets its God，当以色列忘记他的神的时候。后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 might 在这里是主语，might makes right，很简洁的三个字就是形容当时的状况，强权就变成什么呀？right 就变成公理了，就变成对的事情了。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好。或者你们要想一想 有没有问题？OK，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看一看。呀，这个后面有人建议，OK，很好，就是说 my 前面可以加个逗号，That's right，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片子是。这个放开。
And that's just the leaders. The final section shows Israel as a whole hitting bottom. There are two tragic stories here, and they are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They're structured by this key line that gets repeated four times at the close of the book. In those days, Israel had no king, and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an Israelite named Micah, who builds a private temple to an idol, and that gets plundered by a private army sent from the tribe of Dan. So they come and they steal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 go and burn down the peaceful city of Laish and murder all of its inhabitants. It's a horrifying story. When Israel forgets its God, might makes right. 好，我们接下来再回去看一下。 Okay. And that's just the leaders. The final section shows Israel as a whole hitting bottom. There are two tragic stories here, and they are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They're structured by this key line that gets repeated four times at the close of the book. In those days, Israel had no king, and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an Israelite named Micah, who builds a private temple to an idol, and that gets plundered by a private army sent from the tribe of Dan. So they come and they steal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 go and burn down the peaceful city of Laish and murder all of its inhabitants. It's a horrifying story. When Israel forgets its God, might makes right. The final story. Okay, 好，我们现在知道了这句话很恐怖哈。 When Israel, 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也可以适用。 当这些老百姓忘记神的时候，他们不把神当一回事的时候，会发生很恐怖的结果。Okay, 就是 might makes right, might makes right. Might 你念的时候也要有一个 t 在后面啊。Might 这是一个名词 ，might makes right， 而且三个字都是简洁有力。Okay, 好啊，这个事情发生，像有些国家，比如说。 老百姓太邪恶了，已经开始作乱了，或者是有哪些人霸占这个国家了，或者是怎么样，强权就变成公理了，是不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非洲的国家，或者是拉丁美洲国家，政权不是很稳定的地方，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Might makes right，更何况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可怕了。OK， 好，我来把这个来读一下哈。 根据我们的这个教务主任规定，好，我们来读一下。我先把这个大家让我把你们先关一下哈，OK， 然后我来读，OK， 因为有的人需要这个录音哈，OK， 好。The final section shows Israel as a whole hitting bottom. There are two tragic stories here, and they are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They're structured by this key line that gets repeated four times at the close of the book. In those days, Israel had no king, and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an Israelite named Micah, who built a private temple to an idol. And that gets plundered by a private army sent by the tribe of Dan. So they come and they steal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 go and burn down the peaceful city of Laish and murder all of its inhabitants. It's a horrifying story.
when Israel forgets its God. Might makes right. Okay, 好，我们来读一个，我来看，读一个快一点的。Okay, 好。The final section shows Israel as a whole hitting bottom. There are two tragic stories here, and they are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They're structured by this key line that gets repeated four times at the close of the book. In those days, Israel had no king, and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an Israelite named Micah, who built a private temple to an idol, and that gets plundered by a private army sent by the tribe of Dan. So they come and they steal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 go and burn down the peaceful city of Laish and murder all of its inhabitants. It's a horrifying story. When Israel forgets its God, might makes right. Okay, 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可以停在这里停个三分钟，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回来。OK， 回来就是我们的答疑的时间。OK。好，大家准备一下，看，后面好像这个谁 ，Susan 有发一个她的学习笔记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儿到后面，我们还会再把这个拿出来作为我们读的一个材料。好，我们最后可以有一个读的时间。好，我们接下来就是答疑的时间。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